按部就班，选一按部考辞旧班。优兔笑谈成语篇第229集。按部就班见于晋人陆机文赋。陆机认为在下笔写作之前，必须先有整体的构思，然后选一按部考辞旧班。其中选一考辞指的是选择义理，斟酌词句。部和班则是指布局结构和组织层次。整句话的意思是依照构思所得的布局和层次安排章节，并且将适合的词语放在确切的位置。后来按部就班这个成语就从选一按部考辞就班演变而出，被用来指按着布局层次来行文。后人在使用这个成语时，则将其范围扩大，不但用于写作文章时，而且泛用于一般事物，用来比喻做事依照一定的层次步骤进行。例如清代小说《儿女英雄传》第40回，他那个儿子只按部就班的也就做到公卿，正用不着到那等地方去明外图利，便取此意。点源：晋陆机文赋据文选卷一七赋论文引。其实也皆收拾反听，单思傍训，经悟八极，心游万仞。其志也情同龙而迷仙，物昭折而互尽，清群言之立业，树六艺之方润，浮天渊以安流，着下泉而前进。于是审辞浮月，若游于闲沟而除众渊之身，浮藻连篇，若汉鸟鹰角而坠层云之峻，收百世之缺文，采千载之遗韵，谢朝华语以披，岂兮秀于未振，观古今于须臾，抚四海于一瞬。然后选一按部考辞旧班，抱熟者闲扣，怀想者避淡，或因之以真业，或言波而讨源，或本隐以知险，或求易而得难，或虎变而受扰，或龙现而鸟蓝，或妥帖而易失，或屈语而不安，庆诚心以凝思，鸟中虑而为言，龙天地于形内，错万物于笔端，是执着于造文，终流离于如汉。注解：一班排列，用法说明。一，这部机器只要照着指示按部就班操作，就可以顺利完成工作。二，这部机器非常精密，请你务必按部就班的装卸，以免有所损伤。三，我们先把计划拟妥，然后按部就班去做，才能有条不紊如期完成工作。四，做事按部就班固然没错，但是事急从权，也得知道临时变通的方法才行。五，在经费与时间大幅缩减的情形下，我们无法再采用过去那种按部就班的办法，必须有所变通，才能达到精简的要求。按部就班比喻做事依照一定的层次步骤进行。恭喜，今天你又学会了一句成语。听成语故事，习古人智慧。优兔笑谈，感谢您的观赏。